丈夫一千一百四。菩萨，很感恩呐、啊，你们落实，真正实在地咧做，做来心得，拢已经是咱行过的路。恁行过的路是师父讲，恁安尼做过来，所以呢，过去啊该讲的话都已经讲了，该做的事也已经做了，做到现在，大家人的心得，这个心得呢，不是放在心里就好，现在上重要就是要传承。我一路吼、哦。从离开花莲，那、啊、师父听分享，让师父很感动的，所有的慈善，师父讲的，因无一项无做到，而且呢，教义，屏东啦、啊、台东、苗栗啦、啊、花莲啦、啊，咱的希望工程吼、哦，拢无停歇。因为呢，才真正的爱照顾未来，等候到有灾再来救吼，上万呐，师父去南投，啊，看到那个回顾馆吼，看到讲，咱那个家家爱学校嘛，改钢筋钢构 SRC 哈，我们的建筑哦，所以迄个时我拢甲大家讲讲。第一当的时候，老师紧把囡仔带入来内底，唔通让伊在外口，外口土会逼开，地震吼，地会震裂开，我们的学校的巩固吼，安全的，总是呢，这都是叫做慈济，慈济的付出啦，是真诚，要做嘛。要给的最好，是千秋百世，那难得啊！人间菩萨行，告诉大家说，大家人爱多走吼，我们呐、啊，以后还要再造福。我们看到了国外的极苦难，在紧急的时候。这苦难临头了，我们看到了，我们要赶快知福，知福还不够，赶快要多造福。这人生本来就苦，师父出来除了说哦，要提醒大家啦，还是要多造福，还要跟大家说，一路走过来，人人呢。家庭的苦，人人都有。再有钱呢，人要走。那这种再怎么样的造啦的数字还是造，不快乐。我们现在呢，很实在做，做个大家人真快乐。但是呢，家内啦，人人都有大头，这里面。大家人还是有那一种亲子间的，大家坐在底下，师傅跟我加持一下啦，啊师傅，啊我今晚安怎啦？啊我的家人安怎啦？啊师傅，你都祝福伊平安哦。我感觉讲，师傅家己都未平安啦，啊要安怎祝福大家人？师傅指示吼。跟大家人讲，咱大家人努力，师父要跟大家人讲，咱大家人来分享，你的生命也真有价值。因为呢，我们曾经有过，做过了很有价值的人生。师父家己嘛感觉讲，我真有价值，无悔，此生无悔。我无一点仔后悔，虽然我真辛苦，讲袂苦吼是骗人啦。而且甲逐个人讲话，抽声音伫咧讲话，我若把一个头入去甲内底，我一定
一个深呼吸，真正的吼、哦，还是紧了，磨了，瘫掉了。真天天都是这样，一大早还要充足活力，还要跟大家说话，这都是互相勉励，这都是就是给的。看到大家平安健康，这个脑力不退，这都是给师父呢最大的礼物，带着健康。脑记忆无退，方向正确，安尼呢，这都是带来好舒服哦，上欢喜的礼物。所以要甲恁讲吼，给大家啦，菩萨招生，但不要让他们很吃力的，让老人家集中他的精神。活要他的手，心脑合一，手会动，这脑筋会动，让他发挥他的巧手来做家。这就是老人家把他带入做环保，环保中呢，发挥他的巧手，那就是表示他心脑健康。卖好老人的处理发呆，卖好老人的处理孤单，这呢是师父真欢喜。咱每一个人，咱的年龄啦，拢差不多吼、哦，65岁啦，被列入为被长照的人。但是呢，我们要发心立愿，要永远长照别人的人，了解吗？了解。时时保持着我们清楚的爱心，清楚的脑筋，陪伴着需要陪伴的人。案主他以前是一个雕刻家，然后在民国84年因为中风没有办法工作，所有的家当也都赔光了哈。然后再搬回到分离的老家来住，苦难的人走不出来，然后有福的人就要走进去。然后我们就跟他讲说，你现在都在做什么为生？伊讲伊咧捡回收啦。我阿你捡回收吼，阿你捡回收，阿你捡捡钱，敢有够你用？伊讲政府有甲补助吼，伊有够用。阿伊捡回收的钱吼，拢捐了咱组织。那我们就说，那我们星期一、星期四在社口环保站啊、哦，有在做环保，啊，你是不是一起来跟我们做环保？他说，那他很乐意了。然后他每个星期一、每个星期四早上也都来做环保。伊啊做个真欢喜，爱书啊嘛讲啊讲，伊做环保这3年我来哈，伊拢唔捌艰苦。嘛唔捌感冒，伊讲甲我讲，可能上天有咧甲加持啦，所以身体愈做愈好，愈做愈欢喜。啊，感恩上天，好啊，有这个机会吼、喔，我继续做环保，做个老，吼、喔，这回收站这事业组织吼，大家拢真关心我。大家拢相处拢真好，啊，拢真鼓励我，啊，我愈做愈有信心，啊，我做环保了吼，唔捌破病啦，唔捌感冒啦，啊，愈做愈有信心啦。我们各位菩萨们都是感觉讲很有价值感，尊重生命爱的价值。师父去年跟大家说的，感恩尊重生命爱，各家来，何敬无争共福缘，何敬无争共福缘，这一个福缘呐、啊，是我们大家和和互协共造起来的。
总是哈，现在国际战争的，何师傅真操心。但是这个操心哦，行到倒位就带到倒位去，头壳底吼无一点啊放下来的，没有办法。所以呢，师傅在咧操心，恁都要用力，用力还要多用心啊！感恩啊！时间就是安尼过，时日已过啦，咱已经过一天去啊，把握生命的价值。